我们俩半步失事。哎，小爷，不要冲动啊！我带你去看医生，好吗？我没事，谢谢你来救我，我们扯平了。干嘛替我挡？你是不是傻呀？木木，受伤了？没事。 林医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楚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把我的妻子请到你家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妻子？没错。夏林是我的妻子，你请她来之前没有调查清楚吗？福伯，哎，是我疏忽了。原来夏小姐是林夫人。楚言这个混小子这么大的喜事也不告诉我，闹出这么大的误会。 误会，楚总，你觉得一句误会就可以抵消你对我的妻子造成的委屈和伤害吗？改天我登门给林夫人赔罪，到时候就算不怪我这个叔叔的面子，也要给楚言一个面子吧。